老婆，今晚家送斩料啊！下昼咧，老表嚟揾我噃，佢话而家同朋友做生意，想借我户口咧有一笔钱，仲话俾翻1000蚊我添啊！点解你自己户口唔用，要俾钱借人个户口咁奇怪？会唔会系啲来历不明嘅钱想揾你过桥啊？系喎。隔篱朱小姐早排借咗户口俾佢男朋友用，点知佢男朋友系用嚟帮啲毒贩洗黑钱噶，搞到佢要俾警方告添。谂谂下，都系唔对路啊！